叫《还珠格格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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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哪！还不能锁门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刚开始第一首我已经没有听出来，其实第一首歌我之后发现是《情深深雨蒙蒙》，第二首歌是《粉红色的回忆》，第三首歌是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我第一个想法会想到去一层的那个放着 CD 那里，然后去找这个三首歌的歌词有没有共同点。然后我准备先趁着这个还有阳光，然后多去看看打火机的线索。然后之后吃完饭的时候，可能先再去那个 CD 那里去看一看有没有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打火机的线索，其实里面他写了一个前台寄存处，寄存是唐先生，我就想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旅店啊之类的。朋 PYJYC 朋友。去外侧，伸手向你加入。进去先看一看。老板，您这里提供住宿吗？我这里不提供。不提供住宿，然后所以不会有什么前台寄存处对吧？没有没有。没有，好吧，谢谢打扰了。该不是这里。前台寄存处。农家乐前台寄存处。你好，您这里有那个前台吗？就是你有人可以会在这里寄存东西吗？有啊。有吗？那有一个这个您知道有寄存人姓名唐先生，您有认识吗？他寄存了在那里啊，给我看一下哪个是这个红色的对吧？对。哦，能拿给我吗？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国窖藏1989，应该是吧。我可以拿走吗？还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那是他本人来骑，我们这里只认他人。只认他人是吗？全星酒业跟这个几个关键的英文字母都没有在一块儿。P Y 除了朋友还有是什么 ？P Y 彭他怎么卡啊？卡啊？卡卡卡卡！我现在已经要疯掉。会不会比如说多音字，比如说诗、史、史事、彭？我应该回到住的地方去想一想。